那您蓑衣上怎么会有水？我没有蓑衣，就在院子里的树下挂着。你到底想问什么？昨晚有一个女学生在花街被人杀了，我碰巧看到了凶手，她就穿着这样带泥的鞋，戴着斗笠，披着蓑衣。你是在怀疑我？下雨天穿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鞋上有泥，再正常不过了。您不是说昨天晚上您没出去过吗？我的确没有出去过，我整晚都待在书店里。那么，告辞。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晚上究竟做了什么。看他的样子不像是撒谎，你怀疑他是梦游？梦游的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做过什么，去过哪里。在意识里他觉得自己是躺在床上的，可事实上身体已经在到处走动了。我看过荣格和弗洛伊德的书，梦游者可能受过很严重的精神创伤或者精神分裂。以前我看鬼门龙二的小说就觉得很奇怪，他平时那么温和儒雅的一个人，为何作品中却暗藏着压抑还有疯狂？那个涂白脸的鬼门龙一又是什么人？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调查清楚。上车吧，拉完你我再回家。
怎么样？大夫怎么说？没关系，如果你的腿医不好，大不了我去拉车。昨晚那个人真的很奇怪，他只是在我的腿上点了几下，就感觉我的腿像突然四分五裂，大卸八块似的。我不明白，我真的想不明白。就想安稳过日子，可现在偏偏连拉车挣钱都不让。什么日子，什么世道，我们哪里做错了？珍妮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渴了，帮我倒碗水吧。又帮我治好，这是什么功夫？那你想学吗？你会教我吗？想学就跟我打，你能打赢我，自然就学会了。嗯。你现在不行，想出方法了再跟我打。老板，来碗云吞。老板，时候不早了，云吞我就不要了。老板，大日本帝国に対する反逆者、あなたを殺す。鬼门先生，你敢把面具摘下来吗？
再坚持一下。快，开快一点！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开快点！哦，快，快点开！林先生，再不及时治疗，你的胳膊可能就要废了。那赶快呀！好，走。等等，医生，我要先拍张 X 光片。不用拍了，再耽误后果可要自负，林先生。可以，医生，我要先拍片子。大夫都说了，如果再……我说了，要先拍片子。那好吧，走。慢点。险些整条胳膊都废了。把片子给我。骨头没断，只杀了经脉，怎么就不能动了？谢谢啊。哎，那不是佛山大侠叶问吗？嗯，是啊，怎么拉上车了？就是。谢谢，不够吃还有。哟，找到新工作了。傅征云最近有消息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他派来的联络员就是那个云吞摊老板，又被杀了。有人可是看见永城。永城怎么可能杀人呢？当然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做什么不要紧，但别牵扯到永城，他是无辜的。佛山的百姓哪个不无辜？你想想你自己做的事。即使苍生我办不到，我做事只顾自己的眼前人。你做什么跟我无关，但是你别牵扯到永城，牵扯到他，我第一个站出来不答应。永城是我的妻子，我孩子的妈妈，保护她是我的责任，与你无关。你这话说得太见外了。阿文，那个地下党死得蹊跷，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，连我都没有听到风声，而且凶手杀人的手段非常的残忍，这是个危险人物，相信他还会杀人。你一定要告诉永城，让他做事小心，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。
鬼门先生，这几日您睡得可好啊？好极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不过这几日呢，市面不大太平，夜疯子经常出没，搞得人心惶惶啊。就连花街的生意都已经清淡了许多。林先生，你不去查案，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哈哈，我来看看这里有什么线索啊。线索？我这里会有线索吗？那可不一定。我是做什么的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我会去亲手杀一个地下党吗？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。哎呀，鬼门先生，读了这么多书，不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可否看过呀？看过。哦，他在他的作品中提到过，如果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受到过精神创伤，那么长大之后就可能出现人格上的精神分裂，这样一个多重性格会在一个人的身上隐藏下来，白天是一个人，晚上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。你见过这种人吗？当然，我不是说您，我只是对这种病例很感兴趣，很好奇，所以想跟先生您好好探讨一下。从精神上分析，这种病症的确跟童年的经历有关，临床上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林先生对这个病这么感兴趣，是否跟你童年的特殊经历有关啊？我的童年并不重要。这里有一位鬼门龙二先生，但是黑楼里面呢，又有一位涂白脸的鬼门龙一先生。你为什么对这个很有兴趣？是的，我有兴趣的是叶疯子是鬼门龙一还是鬼门龙二，还是另有玄机。鬼门先生，知道别人的过去容易，但是要想了解自己恐怕就会很困难，而且您根本就不敢。中途岛战役失败之后，前年山本五十六也阵亡了，眼下美军的飞机正在轰炸东京，我想鬼门先生的家乡也被夷为废墟了吧。叶疯子的案子我随时都可以侦破，但是我现在不想。鬼门先生，我希望您弄清楚，我今天来跟您谈这些就足以证明我的诚意，今后的事情要怎么办你自己做决定。师父，我想出来了。那就试试。实在稀松平常，你们中国有没有更厉害一些的功夫？你难道不知道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英雄气吗？你要想做武林高手，就要找回自我，坚持信念，才能打败所有的人。
你想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想知道我是谁吗？站在你面前的不是师父，不是叶疯子，不是任何人，他只是你的对手，是要杀你的对手。如果我刚才下手狠一点，你就没命了。师父，我错了。记住，任何时候心中只能有自己，不能有别人。你眼前见到的都不是人，他只是你的对手。你不杀了你的对手，他就杀了你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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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环杀手叶疯子再次行凶，卖报卖报！连环杀手叶疯子再次行凶，卖报卖报了。叶晚亮，你看，先是女学生，然后是馄饨摊老板，现在啊，又死了个小学老师。你看报纸上说的，每一个凶案的发生现场，都会有一名神秘女子。家里还有个小孩，得多挣一些。哎，叶文，我这儿有个熟鸡蛋，给孩子吃。哎，不行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怎么好意思？哎呦，哎，不行，母鸡下的，又不值钱，熟的，赶紧拿着。你以前可是佛山大侠，我啊，在乡下的时候就听说过你了。现在你跟我一样拉车过活，你日子也不好过。饕餮怪兽何时休？黄包车。哦。您请，走喽。哎哎，什么事啊？你口袋里什么？我回来了。哎，鸡蛋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一个车夫给的。车夫为什么要给你鸡蛋？你看看这个鸡蛋有什么奇怪的吗？还是煮熟的。嗯，那个车夫不是一般人。你是指？你想想，一个混迹在底层的车夫，就算他读过书，他能够认识饕餮这两个字吗？应该不会。可他不但认识，还故意念给我听，好像在暗示什么。爸爸妈妈，鸡蛋，拿去吃吧。嗯。哎，爸爸妈妈，这鸡蛋上有字。花鸡五号信箱。爸爸妈妈，这鸡蛋还可以吃吗？吃吧。嗯。果然没猜错，是秘密情报。嗯。不过这倒也奇了，这蛋壳是完好的，里面却有字。我记得我以前在化学书上看到过，用醋酸在蛋壳的表面写字。煮熟了以后，字会印到里面的蛋清上，但蛋壳的表面什么都不会留下。真是难为他们了。
傅大哥真是用心良苦，非但给我们送来了情报，还给叶准送来了鸡蛋。阿四，干嘛呢？下雨了，收衣服啊。阿四，你聋了？我叫你收衣服。哎，我的呢？哎，阿四，你这个混蛋，怎么只收自己的？我的衣服怎么办啊？你先喝点水吧。永成，我好怕。怎么了？阿斯变了，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白天下雨，我叫他收衣服，他只收自己的，任我的在外面淋雨。他也许是没看到呢。不会的。阿四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只要有一口吃的，他都会先让给我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他都会先想到我。可是现在他变了，他在屋里一坐就是一天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天一黑他就跑出去，我叫他他也不理我。你知道他出去是干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跟踪过他，可是他很聪明，每次都能把我甩掉。那他一般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有时候是半夜，有时候天都亮了。永昌，我好害怕，我怕最近杀人的叶疯子就是阿四。不会的，珍妮，阿四不会滥杀无辜的。万一真是他呢？绝对不会是阿四，你要相信他。这样吧，等叶文回来的时候，我再跟他商量商量，他一定能有办法弄清阿四出去的真正原因。啊，好，你们一定要帮我。你放心吧，还有我们呢。报告林先生，阿四每天晚上都跟叶疯子学武功，已经走火入魔了。
鬼门先生，我听说您喜欢听故事，所以我想给您讲个故事。从前有一对双胞胎兄弟，哥哥蠢笨愚钝，弟弟聪明机灵。爸爸喜爱弟弟，厌弃哥哥。没有想到弟弟却淹死在池塘里，妈妈害怕爸爸打骂，于是谎称淹死的是那个哥哥。从此那个叫做修的哥哥就要假扮他死去的弟弟，以秀的身份活着。这是我小说里的故事。小说写的是幕府时代的故事，但我仍然能从里面看出作家自己的影子。伟大的艺术都来自痛苦，你也不例外，鬼门先生。因为从七岁那年起，您就已经死了。您将您弟弟的灵魂附在自己身上，在世上存活。您弟弟的死，是不是跟你有关？是啊，是。不承认。那天，我就这样划着船。船摇啊晃啊，弟弟吓得哭了起来，但我还是不肯罢休。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弟弟，因为他从小就比我聪明，我嫉妒他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弟弟掉进河里淹死了。你就是叶疯子，你就是那个涂着白脸的鬼门龙一，你人格分裂，你一边写着凄美的小说，一边拿着屠刀残害中国人民。不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你要干什么？快把船划回去，快划回去，快把船划回去啊，快划回去。你要干嘛？干嘛？划回去，把船划回去，快！怎么回事？他不小心落水了，你好好照顾他，谢谢你。跟我玩。先生，先生坐车。先生，去哪儿啊？一直往前。先生，再往前跑可就没路了。先生，
帝国対する反逆者、あなたを殺そう。